猴子！夏镇攻占大乱斗，傻花和草地儿趴在了同一个楼顶上。就是在这里，我一个小小的黄金被一个皇家打倒了5次。草地儿，你张开来上去炸掉是吧？你都要死了！谁拿武器打我呀？没人拿武器啊，我在这里炸光明的呢。哎，打不到。哎，哎呀，草地儿，草地儿死了！哎，完了，是不是？是谁呀？手下留情，是不是？等会一起冲！哎，我们一个一个上他的兵士去吃药了。这样行，算了，时间够吧。哎，保安射我两把，本想在这里绕一下，结果没成想卡这里出不去了，动不了了，我只能傻站着给朝地儿打，太难了吧！我操，我卡这儿了！什么鬼？我一直在镇子里玩呢。残血的诱惑，帮我杀死！我冻死了！我操！我操！草地已经笑死我！我去！痛死了！我的天！还有无人机跳人！射他！我比你快！光盾！哎呦！哎呦！又放屁！我操！不要脸！这谁呀？你真丢人呐！在哪呢？我操！又放屁！要用无人机轰炸！就这样，在这里，朝地前前后后打倒了我5次，气死我了！看我后边怎么整他。